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天你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作红，红就是粗肥的一款，口较细，下脚较宽，会当用来代物件，像咱讲红啊。另外代米的叫做米红，啊啦代烧酒的叫做酒红。另外这个红买当算是糖，管啊黑的单位，像咱讲一红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作红多，就是讲一个人真自私，拢想着家己，嘛真单身，真克制，不等家的。或者是讲一个人有好康的代志，拢不爱甲别人讲。暗度麦当讲是一个人真阴沉，心肝歹，心肝真凶。第二个词读作暗地追加，这个词是参考《代志大书典》，意思就是讲古井内底追加，这是讲一个人眼光真浅，见识真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个人真暗度，有好康的拢不爱甲别人讲，意思敢那是暗地追加同款，无想到后日身躯边的朋友。可能都是他的贵人，今天小解这一日红提供给大家参考。